收拾东西要准备走了，为期20天的老家之旅结束了。准备吧，抓够了吗？没玩够。你没玩够啊？笼里装还装小猫是吧？多福多禄张法棍。乖乖。来，多禄，小肉抓住了。啊，硬塞。哎呀。有人。好了，就让他们仨在笼子里待着吧，现在去抓那仨大的。第二，来。来。走了走了，坐车了。过来，爹。过来过来过来。爹爹过来。去吧，你们陪上去陪着地儿去吧。二四，一二三，还得喊一声，要不然都抱不起来了。走你。爸，我找着了，在这屋藏着呢。这儿。可容易抓住了。你不想走呀、啊，这儿。你还想玩十月一，可以还带你回来玩，好吗？好了，我们的车队要出发了，拜拜！十月一还回来啊？回来吧，走啦，爷爷。你俩怎么挤到一块儿了呀？你俩怎么舔毛了？这个谁舔？还把我给固定。我不舔，你别呀！哎呀，我有生之年还能看着这个景象呢。是。还舔吗？不舔了，车哥走吧。不好意思，舔错猫了。宝儿，你真好呀。我们到了，现在开始往楼上转移猫猫。回家啦，福福，回家了吗？没事儿，你看福福的尾巴，没事儿，它还认呢。大猫也晕上来了，我的妈呀，沉死了！啊，放出来了，走，回去吧，回家了，回家。你看他们认识，回来的尾巴都翘得高高的。认识。一进家门我就看见我这个红薯长成了这样，我俩得去拿快递了，因为驿站都是快递快炸了。走喽，下一个驿站。我是真萌吧？好了好了，搬完了。这么多快递，好开心呀、啊！我们刚才吃了顿饭，然后收拾了半天，终于能走人了。这全是我快递，是太能买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死沉死沉。云鲸啊，那不有一个吗？又来一个。但是他已经是三代了，他家又出了四代。双胞胎。你忍不了了，你要拆我快递了。拆了。啊，拉二的。拆盲盒。啊，对对对对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嗯，这是啥？爬树菇。嘟嘟啊。油壶一个。棉签儿。快乐不快乐？五盒叶黄素。多开心呀、啊。精准的撑到张法棍的增重系列就可以用得到啊！这么沉啊！这个沉啊！黑玉米一箱。哦，我买的维生素和褪黑素。你看我这猪油罐，这不挺好看的吗？你拆困了。这对，这是一箱各种口味的方便面。最后一个，他们有新书包，真可爱。拆完了，没有你的东西，也没有我的东西，你收收吧，把纸箱收，收，快啊！这样，你咬它，咬它掉，咬它，也没地儿了呀。已执行设备自清洁，任务完成，开始烘干拖布。
行了，就屋里也打扫完了，然后咱们拾的时候也都快该吃晚饭了，洗个澡休息吧，累死了这一天。你看他们估计都折腾一天也累了，全都睡下了。张法棍又跑到衣帽间的衣服上睡觉来了，这回睡我衣服堆里了。花花，叫灰灰，这叫灰灰，叫灰灰。老父亲在拆床，因为我们回老家的时候发现就是胖妹和肉肉他俩睡得挺好，回来之后打算趁热打铁，就是第 N 次分床大那个又开始了，做事不能留余地，床拆了看怎么回来。拆完了第二，咱们可是有地儿了这回你看这大床上睡咱们几个一点都不拥挤。那他还是孩子分出去了，他是过来找我的，他肯定最喜欢我了吧？是不是点？他舔我。他们都睡了，这边睡得挺死。你俩都在上面睡呀、啊？行，关灯吧。晚安。